新嘅星星碎片正逐渐接近。究竟呢个系爆旋陀螺新时代嘅开端，定抑或系黑暗时代来临嘅预兆咧？呢一个系讲述一班传说中嘅陀螺手，为咗阻止复仇者复活而奋勇作战，从大灾难中拯救世界嘅故事。3, 2, 1, Go Shoot！爆发勇气的心，来对战我更兴奋。无间断看我身边这咩都废柴 ，Believe。如烈火 Blade， 旋转劲碰全要命中，如胜利八万人认同，强势撞破。这身每分钟 3, 2, 1, Go Shoot Fight， 如绝世超越无限期，无敌追击这场所，分享这结果。如爆发勇气的心，来对战我更兴奋。先就系 number one 嘅陀螺手，苏菲啊，360呢个对战盘真系好靓啊！佢着咗灯之后，睇嚟就好似喺地面上发光嘅月亮咁啊 ！Ladies and gentlemen。在这个这么浪漫的时刻，不知道苏菲亚360的亮灯仪式打不打动到你们呢？好了，我们是时候要开始决赛了。好，终于要开始了。苏菲亚360大混战决赛正式开始。参加决赛的选手就是这六位了。国谷正宗选手、阿卿选手、莫比选手、斯奥选手、即桑选手同埋大鸟翼选手，加油啊！正宗，我亦都系啊！咖啡，斯奥，大家都要加油啊！到底佢哋当中有边个可以打败其他实力强劲嘅对手，攞到大赛冠军咧？咁仲使问嘢？呢个人梗系我啦！应该系我先啱啊！你又是跟住我讲嘢啦！今次大赛嘅冠军一定系我国谷正宗。就等我话俾你知啦，因为我系传说中嘅陀螺手。传说中嘅陀螺手，哼，虽然唔知系咩，但系个名几有型啊。既然系咁，我都要做传说中嘅陀螺手。嚟啊，咪再同我讲笑啦。我先唔会讲笑啊。系咁，我哋就决一胜负啦。边个赢出呢场对战嘅，就系真正嘅传说中嘅陀螺手。好啊，就咁决定啦。根本就一啲都唔好啊。咪就系咯。其实照我睇，喺今次决赛嘅六个陀螺手入边。最有可能是传说中的陀螺手的人应该就是那个叫做即桑的人，除了他我想不到第二个了。赢的人一定是我，好吵啊！你们两个叫得几大声都不会有改变，在这场对战取得最后胜利的就只有我一个。又是你这个衰人，可以取得最后胜利的人一定不是你啊！懒巴闭咁。只不过这个人的确是一个强敌。金断难熬，爆裂卫星你千祈唔好误会啊！只系得呢种程度嘅实力，我根本就唔会将佢放在眼内。我梗系啦。点讲都好，呢场对战得到最后胜利嘅人一定系我。一定系我先啱啊！哇！睇嚟大家仲未开始正式对战，佢哋就已经开始较量紧啦。我唔系反对你咁热血啊，不过劝你都系唔好以为自己咁容易就攞到冠军先得噶。因为喺决赛，我哋两个就会系你嘅对手嚟啦。托比，
使用。呢一个时刻终于都嚟到啦，大家一定要尽全力对战，睇下边个系 number one 陀螺手。我系唔会留手嘅。好啊，仲使讲嘅？所有剩低嘅强者都喺齐度啦，佢哋任何一个都有机会成为冠军。好啦，大家准备好未啊？即管睇住嚟啦，就等我一次过清还晒错菜嗰笔账啦。Ready? Three, two, one, go! 加油啊，正宗！阿爷加油啊，阿炳加油先啊，正宗！啊！不愧啊，决赛啊，一开始就好激烈啦，我哋上啦，我输冇理。要我喺度慢慢应酬你，简直嘥我时间。好，今段艺号消失咗。只不过喺 B 组嘅初赛入面，我哋已经揾到破解嘅方法啦。打定苍蝇，你想做乜嘢啊？必杀专技，苍蝇流线斩。咁嘅，就喺嗰度啊！打定苍蝇。咁段艺奥而家无所遁形啦，大地苍蝇即刻对佢展开攻击噶。做得好啊，阿奕！但系点解会咁嘅？我因为大地苍蝇放出嘅冲击波破坏咗包围住金段艾奥嘅空气层啊！阿奕真系好犀利啊！唔好以为你呢啲招数对咩人都有用啊！原来系咁，你系想话可以入到决赛嘅人都有翻咁上下实力？系咁好啊！我就认真同你对战，金段艾奥，我哋一齐上啦，师兄。好，螺旋茉莉，螺旋天琴，合体必杀战技，双燃合击灭世风暴。咁嘅，啊，做得好啊！见到未啊？呢一啲就系岩窟队拥有嘅最强力量啦。上啦，托比，斯奥，一口气收拾佢啦。哼，真系无聊啊！一个一个咁嚟，太过麻烦啦。就等我一次过收拾大利班人啦！金段艾奥，爆裂卫星！金翅卫啦，闪电毒攻！大地苍蝇，小心啊，阿雷斯！阿雷斯之盾！Sunshine， 就好似喺地面上出现咗太阳咁啊！而家情况点啊？闪电毒蛤冇事啊，大地苍蝇都系，仲有阿雷斯，螺旋狐狸同螺旋天琴停低咗啊！最先失去资格嘅系托比选手同斯奥选手啊！托比，斯奥，点会咁噶？当我仲以为今次可以分到边个系我哋之中嘅 number one 添，好对唔住啊，正宗，托比，斯奥，可恶啊！你竟然咁样做啊嘛！就等我嚟为托比同烧佢哋报仇啦！闪电毒蛤，哇！闪电毒蛤要为佢嘅同伴报仇啦！哇！继续上啦，正宗！俾佢哋见识下岩窟队嘅斗志啦！竟然话要帮人报仇，太无聊啦！冇咁大口气啊！好烦啊！我哋要打败佢啊！闪电毒蛤，要全力撞开佢！好犀利啊！咁样先似样噶嘛，陀螺对战唔系咁打，边系睇头噶？我净系喺侧边睇都觉得热血沸腾啦！真系烦，既然一次冇办法收拾你，就嚟多几次啦！喂，等阵先啦，唔通你想逃走？真系天真，我想俾你试多几次我必杀专技啫！佢又嚟啦！我忍唔住啦，等我都打埋一份啦，上啦，雷斯！做咩啊？咁样嘅啊！喂，头先阿雷斯嘅动作咪系？冇错系啊，佢好似喺禁断艾奥前面，突然间转咗个弯去阻截佢咁啊！咁样咪即系？唔会啩？向左回转好，上啦，阿雷斯！唔会有错噶，佢头先的确系向左回转。不，原来阿雷斯系一个向左回转陀螺嚟噶。原来系咁，因为呢个系球形对战盘，所以我哋一直都冇留意到。
喺呢场对战，阿雷斯由一开始就已经向咗回转噶啦。只不过我记得系 B 组初赛对战嗰阵。系啊，当时阿雷斯应该系向右回转先啱。咁即系话呢个阿雷斯系一个喺发射嗰阵可以决定向左定向右回转，系个可以改变回转方向嘅陀螺嚟啊！点样啊？向右回转嘅时候系王者，向左回转嘅时候一样系王者。呢一个就系我火星阿雷斯啦！估唔到竟然出现向左回转陀螺啊！而家向左回转阿雷斯喺度不停追击金钻艾欧啊！阿雷斯是可以在发射嗰阵决定向左定向右回转的陀螺，听起嚟简直就同海萨的重力鹰线一模一样啊！冇错啦，我记得我哋喺欧洲嗰阵揾嗰个叫做神之剑的陀螺，就是因为力量太强大，冇人控制到，所以到最后先至俾人封印咗喺神殿度。讲得冇错，佢嘅情况同俾人封印喺古马村嘅烈风天马好相似。唔通就好似烈风天马同银河天马咁样？如果重力鹰仙都一样，系以其他陀螺为原型而制成嘅话，咁佢嘅原型就好有可能系传说中嘅神之剑。啊！越打越兴奋啦，一月一口气收拾佢啦！边有你谂得咁易啊？识向左回转又点啊？将一切烧成灰烬啊！金钻艾欧，爆裂卫星！你以为你呢招好犀利咩？话你知啊，而家已经冇人阻到我噶啦！将火焰切开啦，阿雷斯之剑！啊！犀利，好犀利啊！唔会吧？估唔到啊！即双选手竟然会咁快被打败。金钻艾欧同阿雷斯嘅正面交锋，阿倾选手成功破解爆裂卫星，取得压倒性嘅胜利啊！唔会噶，点啊，蠢材，一早话咗噶啦，你嘅太阳系朝早先识发光，到咗夜晚冇得威噶啦。喺夜晚发光嘅应该系火星，即系本大爷嘅火星阿雷斯啊！竟然一招就打败咗金钻艾欧。唔通嗰阵传说中嘅神之剑指嘅就系阿雷斯之剑？啊！咁嘅话，嗰个人就系传说中嘅陀螺手。你真系可恶啊！唔好再喺度懒得识啦！我争啲打低佢噶啦！你竟然喺度左头左势，你唔好再乱嚟啦！真系好人难做啊！我帮你搞掂咗个强敌，你应该多谢我先啱噶。真系成个人都爽晒啊！可恶啊！仲讲咩爽晒？我而家就谷住道气啦，话知你咩向左回转啦，我都要打低你啊！点样啊？你惊咪认咗佢咯？我一早话过噶啦，嗰个咩积桑根本就唔系我个对手。你个衰人啦！大家咁话啦，你以为你系我对手咩？我理得你向边一边回转啦，反正你最后都会俾闪电独角打败噶。咁都几好玩啊！你做到嘅咪即管试下咯，阿雷斯。闪电毒攻，你都系快脆啲认输啦！呢个系你认输先啱啊！好 exciting！ 佢两个都咁想攞到冠军，阿倾选手同正宗选手展开激烈嘅正面交锋啦！两个人完全冇流力，紧张到令人唞唔到气啊！佢哋嘅对战真系好激烈啊！一个向右回转同一个向左回转嘅陀螺，如果佢哋出尽全力，正面硬撞。上身的冲击力真的不讲得笑，到底今次的对战最终会变成怎样？这一场是大混战，如果等他们两个打到筋疲力尽，然后再追击剩下的人，胜算的确会是最大的。只不过全力以赴去对战才是真正的陀螺手，正面交锋才是真正的陀螺对战。我们要全力以赴啊！大地苍鹰，我们上啊！大地苍鹰突然急速下降，太天真啦！啊，咁样嘅？哇！本来想作出攻击嘅大地苍鹰，反而俾阿雷斯撞开咗啊！系机会啦，闪电毒攻！系机会，咪傻啦！斩啲咋，大地苍鹰！连续攻击模式，打低佢啦，闪电毒攻！
估唔到阿京选手咁轻松，面对住阿翼同正宗选手嘅连环攻击，都可以松容不迫咁大笑啊！唔通闪电毒角同大地苍蝇嘅攻击，对阿雷斯真系一啲作用都起唔到？好犀利啊！阿雷斯可以喺对战嗰阵自由咁转换成攻击同埋防御模式噶。系真嘅？你话咩话？火星阿雷斯，这个陀螺咁嘅？可恶啊！到底而家发生紧啲乜嘢事啊？啱啦，啱啦，咁样就啱噶啦！我等咗呢刻好耐啦，唔需要再压抑自己，只要全力出战咁就得噶啦。咁嘅？同人对战真系令人好兴奋啊，好开心啊，好开心啊，真系好玩啊！继续啦，你哋即管放马过嚟攻击我啦！啊！佢咁样嘅，我哋唔可以俾呢场对战再继续拖落去噶啦！大地苍蝇，拳一胜负啦，阿 King， 必杀专技，大地苍蝇，苍蝇金刚旋风掌，犀利啊！阿翼选手要同佢决胜负啦，系大地苍蝇嘅必杀专技。阿翼，上啦，打败佢啦！我忍唔住啦。嚟啦嚟啦嚟啦！因为我都同你一样，绝对唔会手下留情嘅。必杀专技，阿雷斯雷剑之王 ！Amazing！ 鲜红色嘅火星出现喺地球上面啦！哇！阿翼选手出局啦！阿爷，而家剩低嘅只系得翻阿King选手同埋正宗选手两个。阿爷，点样啊？呢啲就系阿雷斯嘅真正力量啦！你好烦啊！最后攞到冠军嘅人一定系我噶，一定系我啊！都话咗系我噶啦，系我啊，系我。再嚟一次啊！我唔会输的。我冇眼花嘛？银河啊，我哋行啦。好味啊！虽然汉堡包都好好味，但美国嘅热狗更加好味啊！坚持手令，食唔食啊？咩嚟噶？哎呀，你份人咧真系好烦噶！我话你先烦啊！我哋快啲放弃啦！我识净唔会放弃呀。不过你咧好强啊！我你都系啊！不过点解好似你咁强嘅陀螺手，一直都冇参加过咩大赛嘅？真系奇怪啊！哦，因为我被禁止唔可以参加对战。哦，冇得对战？系啊，我喺希腊一条小村庄度长大嘅，喺嗰度根本就冇一个陀螺手可以成为我嘅对手。因为我力量太强大太危险了，所以村里面的人拿走我陀螺，还要不让我参加对战。我误啊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我不可以参加对战？说什么太过强，所以对战很危险，根本就不合理。就在那时候，那里从天而降的光就好像在叫我埋去一样，我跟着他去到遗迹那里，然后我就见到阿雷斯，我一见到他就知道了，他跟我都是一样，就算想尽情对战都没办法做到，这个陀螺真的很可怜啊。你跟他一样，所以我现在真的觉得很开心啊。哦，我跟他现在终于可以全力对战了，因为我们找到一个好好的对手啊。阿 King， 好了，
系咁，我都要尽全力对战至得啦。梗系啦。嗱，我哋决一胜负啦！赢嘅一定会系我。唔系，系我先啱啊！必杀专技，雷光一射。必杀专技，雷剑之王。可恶啊！我输咗啊！好嘢啊！我赢咗啦！做得好啊，阿雷斯！我好中意你呢个对手。我都系啊，我都系第一次对战得咁痛快嘅啫。既然你赢咗我，咁冇办法啦，唯有承认你啦。吓，承认你系传说中嘅陀螺手。吓，梗系啦，我就系传说中嘅陀螺手嚟啊！佢哋喺度做咩啊？不过你都应该系时候话俾我知啦，你嘅真名到底系乜嘢啫？唔会冇啩？啊！我咪话咗我叫阿 King 咯，真名叫阿 King 啊，全名叫阿 King， 系 Number One 陀螺手。I'm not afraid to die.